我一来你们就在睡觉，你叫的喵喵，没有咩咩啦。我记得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咖啡来的，没有想到现在就变成了这个迷你煮的咖啡。那我今天呢是预约最早最早的时间，目前呢他们还没有开店，大概多一个十分钟吧。我一来你们就在睡觉，他们讨厌四脚朝天，然后像这一只就很会叫。再努力走多一点，你就可以上厕所了，孩子，你叫的喵喵。他们就一定要两只窝在一起就对了，这样子我也舍不得动。但等一下，如果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上厕所，你就离得远一点。对。在这里你是不能够抱他们的，那唯一你可以做的呢，就是他说你坐在地上，然后你把脚伸直。可是我发现到你把脚盘起来，就是像这样盘起来的话，他们更加会有可能就是来接近你。那我这次预约的呢，就是像这样的，有一个小房间，然后就有两只小猪在这里。那如果你是预约没有小房间的话呢，它就是在外面，就会有很多桌子，然后就有很多小猪在那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这样子。这里还是算30分钟为一个单位，那每30分钟的话呢是1000日元。那像我们这样子还有一个小房间的话呢，30分钟还要再加多一个500，就等于30分钟是1500日元哦。然后饮料是没有包在里面的，你还要另外再点饮料这样子。如果他们起来的话呢，多数是要上厕所，这种时候你可以离他们就是尽量离远一点啦。那不然呢，他们就会像这样子，就是会一直窝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每一个呢都有他们的名字，这两个字呢好像是叫 Kiki Stella。就我发现到啊，我来了之后呢，他们起来了嘛，然后 staff 就可以把那个他们睡觉的地方拿掉，那就没地方睡啦，而且他就过来你的腿睡，所以你盘腿是最好，因为盘腿就是会有那个圆形这样的一个形状，那他们就会很好睡，而且呢，他们就是喜欢堆在一起睡，所以有一只来了之后呢，另外一只就会来这样子。这个叫西斯哥，这个叫酷酷。没有捏捏啦。还会再变更大，大概是中型到大型犬那种大型，就是黄金猎犬、拉布拉多那种，很大的。很大哎。对对，算是。他们其实是英国的品种，他们刚出生两个月的大概就是这样小小只的。我们有给他们吃早餐跟晚餐，还有就是点心。点心的话就是我们营业结束后大概8:30左右会给他们吃一些红薯、苹果丁什么的，就是有控制量这样子。还好我们其实都有他们的小点心，小点心，对，就是他们其实晚饭早饭也是吃这个，让他坐下什么的，就是有一点技巧，像你就摸着他的，用这样子弄他鼻子，然后头这样算是给他撑着，让他有点像坐下，然后让他记得他如果咬你，或者是我们其实不能让他两只脚站起来，因为会很伤他们的腰，会有负担，那时候就不能给，就是他们有做对事情才给，然后像有上对厕所的地方有对的时候，就会摸他，鼓励他。吵架的话会这样子抓住他的嘴，因为他们很讨厌被那样抓。
你就会记得说不能这样。有我们慕黑店可以给你们就是自己签约养，但是要预约，就是可能要等三个月后。而且颜色什么花色不能指定，同一个颜色的爸妈也不一定会生出一样，就是粉跟粉不会生出粉，黑跟粉也不一定是粉或黑，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。对。我要给另外一只吃，你一只冲过来好吗？现在很喜欢打架，整个哇！没事，一只小的笨笨的，对，有一点，都被另外一只抢走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肥波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结就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你们两个分开写吗？耶、yeah, ，成功了。好，最后一次喽，来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。嗯。地上，这边。天啊，他们以为我手上有食物，天哪、啊、这个会咬人，这个一直在咬我手，没有了啦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。